今天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款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多功能电脑座椅，它来自 DX Racer 公司。我相信熟悉和重视电竞装备的朋友一定非常的了解 DX Racer， 他们在电脑座椅这方面呢做的是非常的专业和出色。那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他们在2010年推出的这一款电脑座椅 D91。D91是目前所有 DX Racer 公司电脑座椅产品当中性价比最高的一款，它不仅仅是秉承了公司倡导健康提升生活品质的理念，而且呢还融合了公司的最新技术，在 D03、D09、D88 这些已经做得非常好的产品的基础之上再进行一次全新的改良，可以称得上是 DX Racer 公司在2010年的经典之作。对于 D91 的研发，公司是下了很大的功夫，在研发这款座椅之前呢，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。比如说，公司的技术人员就潜心调研了网盟4000多名员工的座椅使用习惯，然后根据这些习惯，再结合人体工程学的科学原理，最终研发出了代表最新人体工程学标准的91系列健康座椅。此外，考虑到不少同类产品存在有气泵爆炸这样的安全隐患，那我们 DX Racer 公司也是为各位玩家做了一个非常周全的考虑，除了在源头上采用最优质的气泵之外，还专门设计了高强度的防爆钢板，让大家根本不用担心由于质量问题而带来的尴尬和安全隐患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D91 的配件。刚刚也说了， D91 是一款全新的产品，在海绵和骨架上也是做了一次全部的更新换代，像这个加厚骨架、冷泡海绵都是目前 DX Racer 产品中品质最为优良的配件材料。我们了解到，有很多使用皮质座椅的玩家在夏天呢就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烦恼，觉得皮肤跟椅子直接接触不透气，尤其是在出汗的时候啊，黏黏的就很不舒服。如果您是使用 D91， 这些担心呢就完全不必要了，因为 D91 在设计上真的是非常的用心，也非常的贴心。在椅子跟肌肤接触的椅面上采用的是最新款的耐磨透气吸汗面料，而椅子的靠背则是使用了赛车专用的碳纤维纹路的 PU 面料。除此之外呢， D91 还设计出了独特的散热缝纫线条，即便是在夏天也能够更好的散热和透气，并且呢， D91 还保留了座椅的靠枕和靠背，满足医学界公认的3个直角坐姿。科学的设计加上如此贴心的散热线条，再加上座椅接触面2种面料的完美结合，真是让您不分季节都能享受到 DX Racer 公司为您精心打造的舒适感。相信现在各位玩家对 D91 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如何组装一款全新的 D91 座椅。Thank you.
could see me now, you would know just how hard I try not to wonder why.